这次跟拿波瓦和长冈先生合作，就是觉得很震撼哦。就是我看到了国际级的演出，我真的是吓坏了。不管是从彩排还是在表演的过程，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事情。他们在彩排的时候很严谨，然后很有礼貌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学习到的很多，因为我自己常常在工作状态就是会比较紧张一点，但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很享受在其中。那我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收获，就是跟他们表演，让我觉得该开心的时候就是要开心，不要定哦，就是你很开心就很开心就好了这样子。那这次有交换礼物，我把我吹了很久的直笛送给了拿波瓦的小提琴手，那他也送了他的帽子给我。我觉得这个交换礼物对我来说意义很大，我会很珍惜这一次的见面，我会一直都记在心里。那很希望下一次我们很快可以再见面，甚至是合作，然后继续吃宵夜这样子。